繼續計翻二十分鐘嘅賽事啊！頭先表演賽就有停咗啦，三個賽制啊，計二十分鐘不分上。係見到孫明軒喺度啊！啊，佢有頭受傷。啊，同尋日一樣，即係去到比賽嘅後段啦，即係四強啊、八強。為咗十號就重標，呢個係入血統嘅球員啦。啊，包括就十號嘅重本標啦，一號有雲天樂啦。好嘢，呢邊兜翻話去唔去到一用？哎呀，爭啲啊，一用！平均年紀方面就 B 先大啲㗎。唔好成日都仰望前啦。麻煩場邊嘅觀眾要稍為褪後少少啊，即係唔好太貼近個邊界線，唔該。希望大家唔好太貼近邊界線啊，否則係會有一定嘅危險性。可以稍為褪後兩三步，唔該曬。最緊要就符合呢個球例啦。呢邊一踢高牆，就作勢用翻右邊翻落嚟先。好正式嘅統計啦，但係就掂波次數最多嘅球員都好大機會仲係張高牆。過幾年去到九歲，可能會更加咧就係、提升到佢個能力啦。呢邊擺翻大位唔得啊，但呢邊有禮咯。射完呢球波，阿曾泰軒都摸一摸佢個高牆，掟，哇，都係近，好近個。一腳，好，冇力啊，逼佢，逼佢得啦，好。好，十號就重本標，你怕？好啦，標哥嚟啦，標哥，你怕？對面點樣走？仲有咗個籃球飛兒，你怕？哦，青訓都好成功。呢邊支花，搞掂。冇錯，勝方又係佢哋。哇！一號場都好旺場啊！